现在我们开始练习八卦健身操，让我们先做热身运动，双脚与肩同宽，准备侧拉伸，左手往上伸，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换二、二、三、四，准备扩胸运动，向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准备高抬腿，先抬右腿，一、二、三、四、五、六、七，向后踢，二、二、三、四、五、六、七，弓步压腿，右腿往后跨，后腿尽量伸直，五、六、七、八，后腿往前半步，身体往后坐，前脚尖抬起，五、六、七、八，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身体往后坐，三、四、五，准备活动手腕脚腕，先左边，三、四、五、六、七、八，换边，二、二、三、四、五，准备气沉丹田三次，第一次，两腿微蹲，第二次，气沉丹田，第三次，五、六、七、八，好，我们准备做第一组动作，开露脚，右腿往后出右拳，一、二、三、四，出拳时从后背发力，后背带动手臂发力，五、六，准备换边，换，左拳、右拳，踢，从后背发力，七、八，用力，二、二、三、四、五、六、七、八，我们准备做后羿射日，五、六、七、八，右腿往后跨，三、转左，五、六、回，八，做拉弓动作，三、转右，五、六、回，八，两臂用力，三、转腰，五、六、七、八、四、二、三、转，保持核心稳定，七、八、五、二、三、转左，五、六、七、八，最后三个，三、转右，五、六、七、八，用力拉弓，三、转腰，五、六、七、八、八、二、三、转，五、六、七、八，好，我们准备做撞膝，先撞右膝，一、二、三、四，手脚同时发力，七、八，用丹田发力，三、四、五、六，准备换边，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多四个，三、四、五、六、七、八，准备做推山入海，五、六、七、八，一、二、三、四，往右，哼，
六、七、八，推三掌。三，右腿往前，哈。六、七、八，推山入海。三、四，往左，哼。六、七、八，推三掌。三，左腿往前，哈。六、七、八，用哼哈以声代气。三、四，往右，哼。六、七、八，打开全身脉络。三，右腿往前，哈。六、七、八，出掌时上身保持正直。往左，哼。六、七、八，用丹田力推掌。三，左腿往前，哈。六、七、八，准备做第二组动作，加油。开鹿角，右腿往后出右拳，一、二、三、四，出拳时从后背发力，用力，二、二、三、四、五、六，准备换边，换左拳、右拳，踢，从后背发力，二、二、三、四、五、六、七、八，再坚持一会儿。准备做后羿射日，五、六、七、八，右腿往后跨，三，转左，五、六，回，八，做拉弓动作，三，转右，五、六，回，八，两臂用力，三，转腰，五、六、七、八，用力拉弓，三，转，保持核心稳定，七、八，将胸骨和气脉打开，三，转左，五、六、七、八，最后三个，三，转右，五、六、七、八，用力，三，转腰，五、六、七、八，八、二、三，转，五、六、七、八。你真棒！准备做撞膝，先撞右膝，一、二、三、四，手脚同时发力，七、八，用丹田发力，三、四、五、六，准备换边，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多四个，三、四、五、六、七、八，加油加油！准备做推山入海，五、六、七、八，一、二、三、四，往右，哼，六、七、八，推山掌，三，右腿往前，哈，六、七、八，推山入海，三、四，往左，哼，六、七、八，推山掌，三，左腿往前，哈，六、七、八，用哼哈以声代气，三、四，往右，哼，六、七、八，打开全身脉络，三，右腿往前，哈，六、七、八，出掌时上身保持正直，往左，哼，六、七、八，用丹田力推掌，三，左腿往前，哈，六、七、八，大家做得非常好，跳得真好。准备做放松运动，深呼吸三次，吸气，呼气，再来一次，吸气，
呼气。第三次，呼气。准备两手向后画圈，右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向前，二、三、四、五、六、七，手臂拉伸，右手拉伸肩膀，五、六、七、八，换边，二、三、四、五、六，右手搭在左肩上，往后看，放松腰背，五、六、七、八，换边，尽量往后看，五、六、七，弓步压腿，右腿往后跨，后腿尽量伸直，五、六、七、八，换边，二、三、四，准备甩甩手，甩甩脚，一、二、三、四、五、六，深呼吸三次，吸气，呼气，再来一次，吸气，呼气，最后一次，吸气，呼气。今天的八卦健身操就到此圆满，祝大家健康快乐，我们下次再见。恭喜你完成了今天的练习。一年之计在于春，一天之计在于晨。如果我们每天早上能够诵读金菩提圣经，就会让我们整个一天的时间充满着无限的能量，就会充满自信、创造力，让我们活力十足、魅力无限，我们的一切都会发生改变。请诵念出来吧，我最慈悲，我最自信，我最宽容，我最勇敢，我最讲信用，我最遵守时间，我无所不能，我最智慧，我最博学，我最爱读书，我最爱观察，我最爱倾听，我最爱思考，我想好了就去做，我是上天创造的精品，我最有魅力，我最有天赋，我的歌声最美，我喜欢挑战，我勇于承担，我要成就天赋的使命，天上地上唯我独尊，天上地上唯我独尊，天上地上唯我独尊，缓缓坐下来，请大家调整好自己的身心状态，把身心都处在安定、放松、清静的状态中，认真的聆听。
各位亲爱的网友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到了浴佛同行念佛班的第十天了啊。我想呢，很多人都可能修炼的，就是像那个清净的琉璃药师佛那样啊，清净光明，无限的自在，内外明澈，慈悲心升起。对，要在这样的状态的时候，我们真正的状态就是进入一种永恒的状态了。那对我们现在现世的帮助呢，就是远离疾病。哦，已经发现有些疾病呢，应该说能够快速的康复。当然还要讲一些业力因缘的，还有一些这样的事情。就当我们的这个因缘业力太重的时候，那有些问题可能还在，但是我相信大家都会得到帮助啊，这个疾病还有我们精神层面的烦恼都在淡化，都在快速的消失之中啊。只要我们有那个信心，要保持住这样一种清净自在的心啊，我们一定会获得那种真正的安乐、健康、光明、自在。像这次加持力会很强，这几天的修炼之中啊，我觉得这个吉祥瑞相不断的呈现啊，就说明大家的真诚，就是感动了佛菩萨啊，对，所以我们的效果会很显著。就提醒呢，就是你的问题、你的困难就是需要解决的，不要一直在想。念佛的时候就要用恭敬心来诵念啊，不要总是提醒说我有头痛，我有肚子痛，快帮我弄好吧。念一个小时一直在想，这样就不好，反而会变成障碍。或者说我要求学，我希望我这个高考能中一个好学校，我一直总在想，也没必要，想多也会成为障碍。反而用轻松的心态在调整自己的恭敬心，就是在诵念的时候，诵念或打坐没有基础的朋友呢，偶尔呢这个思想跑毛跑掉了，这是很正常的。所以我提醒呢，你呢最好是闭着眼睛诵念，看着屏幕上的这个佛像的参照，让自己促进这样的观想加修行啊，偶尔思想跑掉没关系，就梦游了一圈，醒过来就赶快继续好好诵念。怕进入那种昏沉昏睡的状态怎么办呢？其实也可以，如果从严格意义来说，在安全的情况下，你可以跪起来诵念。从跪的笔直到跪坐的小腿上啊，之后再打坐诵念，这样用不同的动作来提醒自己，让自己不要进入昏沉的状态。已经提醒你哈，用恭敬心诵念，像佛一样的清净光明。好，我们开始了。点头红被看见，被看见，马被看见，轮扎沙漠卡对苏哈，点头红被看见，被看见，马被看见，轮扎沙漠
嘎得索哈莲塔红贝坎泽贝坎泽玛哈贝坎泽兰扎萨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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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嘎得索哈莲塔红贝坎泽贝坎泽
马哈贝坎泽兰扎萨摩卡迪索哈颠塔红贝坎泽贝坎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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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哈贝坎泽兰扎萨摩卡迪索哈颠塔红
贝坎泽，玛哈贝坎泽，兰扎萨摩，卡迪索哈，迪恩塔，红贝坎泽，贝坎泽。马哈贝坎泽，兰扎萨摩，卡迪索哈，迪恩塔，红贝坎泽，贝坎泽，马哈贝坎泽。兰扎萨摩卡迪索哈迪恩塔红贝坎泽贝坎泽玛哈贝坎泽兰扎萨摩卡迪索哈，迪恩塔，红贝坎泽，贝坎泽，玛哈贝坎泽，兰扎萨摩，卡迪索哈。迪恩塔，红贝坎泽，贝坎泽，玛哈贝坎泽，兰扎萨摩，卡迪索哈，迪恩塔。红贝坎泽，贝坎泽，玛哈贝坎泽，兰扎萨摩，卡迪索哈，迪恩塔，红贝坎泽。贝坎泽，玛哈贝坎泽，兰扎萨摩，卡迪索哈，迪恩塔，红贝坎泽，贝坎泽。玛哈贝坎泽，兰扎萨摩，卡迪索哈，迪恩塔，红贝坎泽，贝坎泽，玛哈贝坎泽。兰扎萨摩卡迪索哈迪恩塔红贝坎泽贝坎泽玛哈贝坎泽兰扎萨摩卡迪索哈，迪恩塔，红贝坎泽，贝坎泽，玛哈贝坎泽，兰扎萨摩，卡迪索哈。
点头，红背看贼，背看贼，马背看贼，乱扎沙漠，卡得梭哈，点头。红背看贼，背看贼，马背看贼，乱扎沙漠，卡得梭哈，点头。红背看贼。背看贼，马背看贼，乱扎沙漠，卡得梭哈，点头。红背看贼，背看贼。马背看贼，乱扎沙漠，卡得梭哈，点头。红背看贼，背看贼，马背看贼。乱扎沙漠，卡得梭哈，点头。红背看贼，背看贼，马背看贼，乱扎沙漠。卡得梭哈，点头。红背看贼，背看贼，马背看贼，乱扎沙漠，卡得梭哈。点头，红背看贼，背看贼，马背看贼，乱扎沙漠，卡得梭哈，点头。红背看贼，背看贼，马背看贼，乱扎沙漠，卡得梭哈，点头。红背看贼。背看贼，马背看贼，乱扎沙漠，卡得梭哈，点头。红背看贼，背看贼。马背看贼，乱扎沙漠，卡得梭哈，点头。红背看贼，背看贼，马背看贼。乱扎沙漠，
가데소하덴타홍베칸제베칸제마하베칸제런타사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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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가데소하덴타홍베칸제베칸제
马哈贝坎泽兰扎萨摩卡德苏哈天塔红贝坎泽贝坎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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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哈贝坎泽兰扎萨摩卡德苏哈天塔红
看这，背看这，马哈背看这，兰扎萨摩，卡迪苏哈，天塔红背看这。背看这，马哈背看这，兰扎萨摩，卡迪苏哈，天塔红背看这，背看这。马哈贝坎泽兰扎萨摩卡迪苏哈天塔红贝坎泽贝坎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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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哈贝坎泽兰扎萨摩
他的所好，遍他红背看着背看着马背看着乱杂沙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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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所好，遍他红背看着背看着马
贝坎泽兰扎萨摩卡迪索哈边塔红贝坎泽贝坎泽马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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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贝坎泽兰扎萨摩卡迪索哈边塔红贝坎泽
看这，背看这，马背看这，兰扎萨摩，卡得索哈，天塔红背看这。背看这，马背看这，兰扎萨摩，卡得索哈，天塔红背看这，背看这。马背看这，兰扎萨摩，卡得索哈，天塔红背看这，背看这，马背看这。兰扎萨摩，卡得索哈，天塔红背看这，背看这，马背看这，兰扎萨摩。卡得索哈，天塔红背看这，背看这，马背看这，兰扎萨摩，卡得索哈。天塔红背看这，背看这，马背看这，兰扎萨摩，卡得索哈，天塔。红背看这，背看这，马背看这，兰扎萨摩，卡得索哈，天塔红背看这。背看这，马背看这，兰扎萨摩，卡得索哈，天塔红背看这，背看这。马背看这，兰扎萨摩，卡得索哈，天塔红背看这，背看这，马背看这。兰扎萨摩，卡得索哈，天塔红背看这，背看这，马背看这，兰扎萨摩。卡得索哈。
天堂红贝看着贝看着马贝看着乱扎沙漠嘎得苏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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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堂红贝看着贝看着马贝看着乱扎沙漠
他的所好，遍塔红被看见，被看见，马被看见，乱杂沙漠，他的所好。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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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塔红被看见，被看见，马被看见，乱杂沙漠，对手好，大家何时一切功德回向法界，感恩佛菩萨，愿天下太平，一切众生如意吉祥，人人都有饭吃，人人都欢喜自在，都要健康长寿。好，搓搓手，搓热之后轻轻搓脸，观想自己的脸呢回到六岁的样子。六岁的孩子没有丑的，都是很美的。之后再将手搓热，搓热之后呢，手心隆起，手心隆起，
捂到眼睛上啊。好，再一次搓热，将手。搓热之后呢，继续捂在眼睛上，这样就会得到药师佛佛光普照。好，之后呢，就再拍拍头，一切疾病烦恼都像灰尘一样飞扬起来了。之后再拽一拽耳朵，好了。那么之前呢，大家。就是想听听我讲面相的部分哈，我看大家还挺有兴趣哈，我们讲到了耳朵，耳朵其实很多内容要讲，所以今天呢，我想呢，让大家感觉一下，看一看这个一些社会综合的成功人士的一些面相、耳相。哎，我们也不要盲目的说，按照一般相学知识上来讲，说哪一种耳朵就是好，哪一种就是不好。哎，有些似乎我们觉得并不太理想的耳朵耳型，也是很有成就。哎，那有些世界首富，他也并不是那个耳朵圆满的不得了，也不是那样。所以我就讲过，这个相不单论。就是你的五官呢，整个加起来哈，每一个官是10分的话，五官你能够得40分，加起来已经相当完美了，那就是世界首富。那现在这一位，这无论怎样算，他都是世界首富之一。他的富有啊，我们一般没法比，个人市场资产超过1000个亿美金啊，那是没法说了。如果就100块钱的美金，啊，落的话哈，论一大那堆得来说多的少话，啊！这个能铺一个足球场3层楼高吗？可能还要更大。哎，对，这没法算了，天文数字。我们一般人啊，都人有个零花头都算是富豪啊，就是巨富了，没法追，没法比。大家再看看他的耳朵哈，整个形象，你没觉得他胖胖的，很有福，对不对？很哎，你还好，挺瘦的，像一个西方人的书生。你很说是一个斯中文。学老师，我觉得很像，是吧？很儒雅。我上次讲过那个一个耳朵一个高，啊，比较好的高和大，对不对？那你看看他高不高呢？看和眉毛之间衡量，我觉得还算高，但不是奇高无比哈，还算高，大概和眉毛差不多一样高。那耳朵的大呢？也不是特别大，就是中不溜的大，但是耳型很好，耳型很好，这两耳有轮，并且呢，底下有两个耳垂，啊，厚实的
耳垂。听说这个比尔盖茨先生还做了很多善事哈。对呀，他现在主要就是以慈善的这个为主，到处去非洲啊，还是哪印度啊，尤其是比较稍微贫穷的地方，对对对，经济和科技比较差一点的国家，尤其是非洲地区哈。我们所知道的呢，就是比尔盖茨先生呢，和他这个基金会哈，做了巨大的贡献。对我们来说，就是他的捐款，而且是真正不光是给钱呢，他甚至用他的慈善基金带领着科研团队去帮助他们啊，其实做了，简直是活菩萨一样。其实救了很多人啊，在非洲啊，救了很多很多人，所以是一位真正的菩萨心肠的人啊。对，你看看，哎，他的耳朵，他的面相哈，你看你有没有和他相像的地方啊？好，我们看下一位。沃伦·巴菲特，股神呐、股神，对，十大首富之一啊、太富了。那他这么富有的话，他也有三个子女，他的子女都没有传承他在股界的这些工作，没有一个子女是炒股的、做投资的哈。那么他的小儿子呢，他选择的是做音乐行业，因为他自己从小的兴趣是做音乐。30岁左右，他也成家了，一家四口，当时挤在一个很小的房子里，所以当然就是想改善一下生活条件，想买一个稍微大一点的房子。他就30年来，他第一次开口跟他的父亲借钱哈。他父亲就说了父子之间哈，我们谈钱的话也容易破坏我们父子的这种关系。他说你就应该像一个正常的美国人一样，靠自己的努力去贷款啊，然后你每个月去还你的贷款吧。这个儿子开了口还被爸爸这样的玩具，当然觉得很没面子、所以他就争口气自己去贷款，就买了个大房子。但他每个月的还款就得几万块啊，可是那个时候他的事业都没有什么成就，太有压力了，生活就没过多长时间，他们夫妻俩再商量说算了算了，这大房子咱住不起供不起，咱还是卖了吧，还换成了小公寓。反而经过了这一次这种人生的一种小小的这种磨砺以后呢，他在他的音乐事业上也得到了一些很大的一个进步和飞跃，真的是靠他自己的努力获得了成功。就在密西根湖旁边给自己的小家庭真的买了 一幢大房子了。了不起啊。其实说自己做工作能做成就不容易哈，但是他这样很会教育子女哈。那么其实大家听到这样说，这种教育方法到底对不对呢？那我的评价也是比较高。就是一般就是父母亲就是有钱的话呢，就是子女呢，他和你在一起这么长大的，因为你生的他嘛，生养他的过程一切都是就共有的，是不是啊？共吃共住共享，是不是？等他有一天长大了之后，他说比如说我们想自己买部车开，还有自己买个房子，你看我都结婚了是吧，跟老爸借钱，老爸突然拒绝了，说这是我的钱了，你不能随便拿呀，而且我还不想借给你，你要靠自己的努力去。这个时候其实巴菲特也冒着一个风险，儿子一生气不懂事，说这什么老爸呀，你只认钱而不认儿子吗？是不是啊？其实是有风险的。其实人这一生哈，就是能够自我谋生，自我去能够努力赚钱养活自己和自己的小家庭哈，其实这是非常荣耀的事情，并且知道怎样艰苦持家，对不对？我就是我给你一笔财富，你知道是怎么用，你没有经历过这个艰苦的过程哈，所以就富不过三代嘛，就通常就容易糟了，对不对？就把那个钱给烧了，烧钱，比如说赌博呀、吸毒呀，或者是故作聪明的投资啊，很多一出手就死，知道吗？所以很多就是盲目投资的人也是死得很快。是，那他其实除了在股界就是被尊称为股神之外，他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大慈善家，所以他们家传的就是慈善。所以他的三个孩子都是各有各的慈善的基金，都是慈善家，都在做慈善的工作。应该叫慈善之家啊，真的是，真是很了不起哈。应该此处有掌声哈。我们都向他学习。
对，也祝福他们全家人如意吉祥啊，健康长寿哈、啊。对，那大家看看这个巴菲特老先生儿童时期和他年长之后那个照片啊，他的耳朵不是慢慢长大的，一出生就是大耳朵。哎，对，你看长得这个眉清目秀哈、啊，这个大脑门啊的五官都是，应该是美男子吧啊。对，眼睛也炯炯有神。炯炯有神。嗯，对，非常好哈、啊。嗯，好，我们再说说下一位。这个是也是美国著名的富人哈，还有慈善家、嗯、超级富人。对，约翰洛克菲勒等于是第一代掌门人。对，现在应该到这个曾孙子辈、都应该到六代七代可能都有了。对对，很传奇的人哈。嗯，我们这样把他这个一代二代三代四代照片放在一起，大家看看啊。第二代上次我们讲过哈，第三代第四代，嗯，你看你有没有他这样的耳朵？我觉得第一代耳朵哈，就是有点那个大，而且有点像招风耳的感觉，有创造。我们说这些名字都不是恶意的、嗯、而都是他就是一种中国人对他的称呼、嗯、这个里头说招风耳不是说不好的意思啊、嗯、对，他就是大而且往外张啊，那叫招风耳、嗯、你看他越往后呢，你看到第四代的时候他招风耳开始往里收了就、嗯、哎哎，所以网友朋友你有没有类似的耳朵啊？如果你有这个耳朵的请注意珍惜它哈，就有可能你也发财了哈。对，收到收到。哎，他的第三代掌门人，你看那个耳朵都又大又贴，耳轮很好，嗯，也很厚实、嗯、特别是耳垂那个部分非常的厚实哈，整个耳朵就是完美的。嗯，并且他们家人呢寿命都很高，你看这个第三代掌门人是101岁才走、嗯、是101岁，过了100年了。第一代都90岁吧，第一代97啊，第二代86，哎呦你看，第三代101，对，这家伙太长寿了。这个家族也是，我们说富不过三代、嗯、可是人家这个家族哈，你看五六代下来、嗯、都是非常的好，富贵无比，了不起、嗯、啊，了不起，并且做了很多的慈善事业，是的，嗯，对，非常的了不起、嗯、对，所以人呢在不断的在做这个功德哈，做善事的时候哈，所以我们的命相都随着发生改变，他往外捐出去越多他挣回来也越多、嗯、哎，就是他的钱花不完的，嗯，好，我们看下一位，印度的阿达尼。哦，这耳朵像假的哦，太大了这耳朵，嗯，对，而且还是大鼻子，是，嗯，大额头。哦，这怎么练就的这个本领哎，赚这么多钱哈、啊。那我们再接下来再看一看世界著名的球星乔丹，大的、之前我不是讲过吗、嗯、我说这个运动员的耳朵哈，通常呢是比较高，但是通常也会偏小一点，因为耳朵一大它就增加重量嘛对、哎、而且甩哒甩哒的这也不好哈，是，所以要贴着头、嗯并且要小，就是它比较紧致啊，精致的这种耳朵啊、嗯，哎，他这个相貌也不错哈、啊，就他对于这个美国 NBA 篮球赛来说，他做出了一个巨大的贡献。贡献太大了。好，我们再往下看，网球明星，嗯，名将费德勒，20次大满贯，世界级大赛，那只要他在，别人也别出头了，对，出不了头，嗯，哦，那是超级厉害。嗯，伟大的运动员，伟大的选手哈、嗯、真了不起。看看你有没有这样的耳相呢，耳朵不是很大、嗯、但是精致有力，两耳有轮哈、嗯、气色很好。嗯，所以不要嫌自己耳朵小哈，嗯，你可能你也是世界冠军，对，或者世界首富哈、嗯。好，我们看下一位啊，这个弗莱明爵士的面相。两耳有轮，又高又大、嗯、两个眼睛非常的明亮透彻、嗯、啊，两眼眉居中，
这个智呢，在相学之中称为叫观音智，就是从我所理解是一个有很深厚慧根的人啊，就是前世积了很多德的人，就是差不多像菩萨级别的人，就他天生带着去救度众生的使命来的。所以你想他发明这个青霉素救了多少人的命，救了全世界的人，但不用说光一个肺炎哈，多少因为肺炎感染而死，对不对？这因为有了这个药打几针就好了，因为现在还在用这个药呀，一直都在用。这个观音痣呢，通常就是长在这个就是两眼眉这个上下这个大概这个环境里，但是长得比较居中，并且鼓起来一个很明确就安上了一个东西，就像拿半个珠子锯开之后贴上来那种感觉，就是这种痣啊。也有人呢这块痣是红的，也有人这个痣呢是黑亮黑亮的，他是白种人嘛，他是白色的哈，也都是很吉祥的，了不起了不起。好，我们说下一位吧。哦，这一位是美国的病毒学家，也是一位医生，叫哈维·阿尔特医生。他就是发现了 一种新的病毒，丙肝病毒哈，甲肝、乙肝还有丙肝。丙肝一般都是血液输血呀什么的那个时候传染的哈。对，他发现了这个病毒，那就为以后治疗这样的病毒就奠定了基础。因为他的这样的贡献呢，2020年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大家看哈维先生这个耳朵高不高大不大，他那个高哈一定要记住和眼睛眉毛来量，他的耳朵上面的部分呢比眼眉还高，并且呢比较开阔，比较开阔往外舒展。对，你有没有这种大耳朵？真好啊。下一位，德国的化学家本杰明·李斯特获得了2021年这个诺贝尔化学奖。你看他这个大脑门耳朵也是很大又高。你作为这种大科学家，他肯定有一个非常发达的大脑哈，要不然这个研究没法做成啊。通常在多少万次的失败之后才可能有所成功哈。是是，这种就是一直失败的这种耐力哈。对，有很多科学家走不下去的。是，他就是过于去坚持的继续实验继续研究，最终还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哈，对，还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啊，了不起。你看这个耳形也非常好啊。圆满饱满厚实。好，咱们现在说一说一些世界知名的一部分艺术家哈。看有没有人长出艺术家的耳朵来。他是这个西班牙画家还有雕塑家，应该是当代最有影响力的艺术家，最有影响力了。 对，就毕加索。我还见过他那个就是用陶瓷哈捏出来的水杯哈，都是奇形怪状的。对，他在雕塑画画版画陶瓷很多方面都很有造诣。对，非常厉害哈。对，他这一生高寿啊，活到91岁。事业的成就也被世人认可。而且他就是当时是第一个在世的时候自己的画作已经被法国的卢浮宫博物馆收藏的。很多艺术家都是死了几百年之后才被认可，对，作品才被认可，把画弄进去哈。对呀，可是这一位呢是活着把自己的画就是送进了这个世界最高的艺术的这个殿堂里去。对，这样他就在世的时候他的画就会很贵了，很贵。所以他的智商情商经营能力都是超高的人。是，哎，大家看看拿烟斗的男孩。对，这是他画的正常的画。他这个幅是2004年拍卖的记录是$1亿嘛，如果放到现在就卖2亿了。我们再看看他那些不正常的画哈。你看这个不正常还是挺美的哈。挺美，色彩也美哈。这其实他当时画了一位差不多16岁少女5岁的时候啊。这个就开始有点就立体派了，现代化了。对对对，这个是很著名的一幅画，1937年做的。这一幅是很有名，这幅画等于是他个人代表作。代表作，对，反映战争的。那一些网友就是说
那他画些就是现在看见怪怪的，已经现实之中没有这样的形象，哎，那为什么这样画画呢？尤其是到了现在说两三百年前哈，就我们看看整个欧洲的，就是彩色油画，几乎就是看谁画得更像，无论是画人还是画景，都是比着谁像。不但像，最后把那个光和气色都画得特别好，对不对？最后等照相机两百年前相机一出来之后说，这相机比我们画的不更像吗？所以这个时候画的像就被打破了，这个概念，这种审美就被打破了，所以画家就走向这样叫真正的创作，叫做印象。比如说刚才看那个树林，如果用相机的话就如实的拍下来，或者如实我就在这画树林，这个叫写实派，对不对？哎，所以有些人把这个人画得很像，这都是写实派。但是我有个印象，说看这个树林还冒着光，还冒着水汽啊，我还能想象这个大白天，我还能想象这个水里还有个月亮，那怎么弄啊？就要靠画，它就超现实了，或者叫印象派啊，超现实派，什么野兽派、狂野派，有很多很多流派就开始就来了，也就是说不是现实生活中的那个样子，大家知道了哈。所以这样才叫做艺术创作，要不然变成画照片。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审美变成呆板式的审美，就没有那个艺术家本身我想象中的一件事画出来。哎，所以我觉得我倒同意这种做法哈。比如说我就想再画一些乱圈啊，可是你现实里你拍照没有啊，对不对？那就靠我画。所以我倒同意这样的一种自由发挥的绘画，只要我觉得舒服，只要我觉得美。但是说能不能卖钱的问题呢，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不对？哎，有的人拿个炸药，是不是、啊、放一些颜色往里啪一炸出来一个炸药包的一个样子，就说也能卖钱，你喜欢就能成交，对不对？这是自由的。嗯，就是这个意思了哈，所以才有了这么多的流派啊，而很新的流派。嗯，这就有了真正的叫艺术创作的价值。所以他的绘画哈，在这个当代的这些大师当中，他永远是领头羊、领军人物，叫当现代画派当中的领袖吧。嗯，好，咱们再介绍一位，这是华人，但是呢他的成就是在法国成就的、艺术家画家啊，赵无极，留法的三剑客之一，在文化艺术界也说赵无极啊也是奉为神灵的，泰斗啊，泰斗神灵级的哈、对。那么这个赵无极啊，家里太富，开银行的嘛，就银行老板嘛、你想他就是啥都缺，就是不缺钱哈。对，就是这样。但是呢这个孩子天生有艺术头脑，特别钟爱画画，所以他父亲呢就是拿钱撑着他去学去画，就送他去法国留学啊，就是学习，因为他的画得特别好哈，应该是一举成名啊。对，所以他也是非常不得了的人。那赵无极的画呢也是那么贵啊，对，都是千把万美金以上哈。你看这个2018年香港苏富比6500万美金，大家还是回来看一看赵无极先生的那个面相，耳朵，耳朵，很高啊。对，他这个耳相的上半部分都是往外扩张的哈、耳很高很大，有很有张力的张着，我觉得就像那个雷达一样哈、是。搜索那个灵感啊，所以他越不往画里像，不往那种具体画一个东西的时候，其实越难做出来。这个很多艺术家在做不出来的时候啊，能憋死他，就是当没有灵感的时候，确实没法画出来。这是不容易的啊。所以一个真艺术家，他这个一定要有很好的，就是艺术的这个功底，还有艺术的灵感、创作灵感。好，我们再看看下一位哈，于右任。于右任老先生呢，
他这是一个很传奇的人物。嗯，他应该是中国同盟会的成员，大清帝国之后的新成立的中华民国最早期的这样的一个组织创始人。对，他是这样的一个成员，你看多老资格呀，非常老资格。对，他还是一个知名的教育家，后来成为书法家，尤其是他的草书哈，嗯，所以称为叫现代书圣。对，他那个时候他写了很多字，但是他活着的时候他没有卖过一幅字，人家都走到哪儿都请他提个词吧，提个字吧，他就在那提，所以留下的今天的书法都是这样的原因，有的是政治原因，很多是友情的原因给留下来的这个作品。嗯，他的字非常的帅气潇洒啊。他还当年就创立了几所大学哈，他创立了复旦大学、上海大学，还有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今天的就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他都是创办人。大家好好啊，除了向他学习之外，好好看看他的像。真是叫相貌堂堂，他不光是耳朵好啊，他的五官几乎是完美啊。对，你看那大耳朵又高又漂亮啊，这个就很有气势，你能从他这个从外在的相上能看到他的内心世界是一个清静耿直大气潇洒的一位长者，了不起啊。好，我们再往下看啊。这一位呢就是 John Hopkins， 就是美国最知名的大学之一，就是 John Hopkins 大学的创办者，约翰霍普金斯。一个是大学，还有就是特别著名的那个医院，如果医生能够有幸到这个霍普金森医院来实习啊，学习哈，那简直都是非常高的荣誉了，是整个医疗技术的领先者。他原来也是一个富商和慈善家，他是投身于是银行业和铁路的运营行业，也是因为看到了就是在美国当时在马里兰州那场战役的惨烈以后，他就有萌生了创建一所医院的这样的念头。那么他晚年订立遗嘱的时候呢，将他遗产中的$700万等分成两份，就分成两份，日后要建立一所研究型大学和一所医院。所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就是以医学最著名的一所美国大学综合类的院校。了不起。大家看看他的像哈。耳朵耳形多好哈，对，五官都很完美啊，对，双耳有轮，这个耳朵还高，并且这个耳形哈，对，长得非常漂亮，非常好。这样大家就学到了哈，是这么多各行业的成就者，杰出人士，他这么多耳像啊，都是好完美哦。今天介绍最后一位杰出的人士是一位日本人，他这个叫小野二郎，被称为日本寿司之神。他这个从事这个寿司啊，这个行业干了70多年了。你像那个外宾，最高级的外宾，你像那个奥巴马去了访问，都到他那个店吃一次，中间那位老者就是他。那么他最厉害的就是他的那种每天去做寿司哈，他当作是一种最快乐的一件事儿，他没有把它当工作，就太好玩了，我太喜欢了，就每天其实睡觉的时候盼着天亮，对吧，该起床当就弹起来，从床上穿上衣服就只干这件事，做寿司。对，他在这个做这个过程之中，他是享受做寿司的一种幸福感，最后投入到那种境界哈，叫做忘我。那一般人就是做了之后看，哇，你看你在那偷懒了，老李今天没来呀，帮我洗菜的，
你还说风凉话啊？就我老头子一个人干的，啊，这个孩子一天还休息，一个礼拜休息三天，让我很生气。他没这概念，他每天只要我去做这件事，我就很快乐呀。所以他就想方设法把他的寿司做得最好、最好吃，大家最喜欢，啊，就是这样。所以他在这样这个做的过程之中，他有一种叫忘我的这样的一种精神状态。这个忘我的状态，佛陀教育我们，其实你在痛苦面前的时候，最高的境界就是无我。忘我本身就是一种无我，对不对？所以长期的处在我一边动手还干着活还无我，我没干活啊。你问他今天你工作了没有啊？那今天站了一天，我在做寿司啊。哎，他难道不是工作？没觉得这是工作，就是好玩。这一做就七十年，哎，所以这种忘我的这种境界，我觉得这正是啊，我们禅修之中哈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境界。人家想走向无我，一定要在做事的时候要忘我，在利益面前忘我，才真正走向那个无我。那这个状态，阎王爷都会把它忘掉。你看他的脸哈，都是两个大鼻孔，鼻子也不高，所以以这样的一位就是东方人的这个面孔来说，他的相没那么好。就但是他在做寿司当中达成这种忘我的这种精神、这种情怀，而是长期以来处于这个状态的时候，真的是阎王爷都忘了他了。他在工作中，他一不小心变成一种修行啊。所以佛门称为在这个，这不我们禅修一样，就称为叫法喜。每天处在这个满满的法喜之中啊，叫法喜充满，哪知道这是在工作，哪是在生气等等的，他就一直处在这种法喜幸福的状态的时候，这癌症不会来找他的。所以我说阎王爷都把他忘了来。所以他的不光是在做寿司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最后成为了一个人生的一种习惯性思维的状态，其实最后是无我。所以他把工作当作修行，但是大家不要把修行当作折磨，说是修行，修行一定是苦的，没有，他把修行当作是乐的。你们觉得苦，我就觉得乐，对不对？就是叫喜欢。所以也一直有人说，我们要从事的事业哈，一定要做自己喜欢的一项工作性事业，这样你呢就会少了很多负面的那种情绪，做正面的自己喜欢的。你说从一个现代人来说，你一个做寿司匠不就是一个厨师吗？换而言之，对不对？你一个厨师有什么好幸福感的？你每天那么快乐，对不对？你看我和我银行家比，所以大家羡慕钱的话还是羡慕银行家，对不对？你们整天数钱，而且钱还最多，对不对？但是世界上没有几个快乐的银行家，但是有一位快乐的厨师，就是他。那这样人，这就是一种修行。他自己没觉得是一种修行，但这正是一种修行，多棒啊，是吧？所以我们也盼望我们所有的朋友哈，在你的比较喜欢做的这工作的时候，每天有一个欢喜心啊，要有人盼着我又上班了，好快乐呀。你找工作的时候，找不上工作的时候，哎呀，直骂街啊，骂祖奶奶，老天不公啊，是吧？哎，是吧？你就盼天盼地啊，盼工作。等有了工作之后，说好烦，又得去工作，好烦好累啊，总是为工作当中的一些待遇啊、鸡毛蒜皮啊，今天你的长官对你，有什么严肃了，或者赞美了，或者批评了，完全处在一种精神崩溃的状态，每天一想到工作就说哇不行，累死了，哎呀，真讨厌这份工作。说有的时候我讨厌，我要逃跑。人一旦失去的时候，又想紧紧抓住，这很矛盾吧？所以你在工作的时候啊，就形同于奴隶，被奴隶主、被旁边的卫士拿鞭子抽你在工作一样。其实很多人在做自我鞭打，没有人监督你，你自己想出来的，就有老板和那个奴隶主在监督，在鞭打你，在惩罚你。如果你用这样的心态来工作的时候，能不累吗？是吧？应该把这些都要放下，放空它。我欢喜的去工作，我欢喜的做事情，
不管是哪一份，你只要能养家糊口，能给你带来欢喜心的，这就是好工作。由于一个同样一个工作，但是用不同的心态，我们的疲劳感完全不同。请记住，老板是给你付工资的，你是给自己干的，对不对？多干一会儿，别去计较，其实你就会快乐，你就会长寿，知道吗？你的面相会变得越来越慈祥，哦，宽容，最终获得是智慧，将来会成为一个富贵智慧的人，你的孩子将来也会更好。所以一定要学会这样的宽容，一定要学会用快乐的心面对自己生命中的每一天，乃至再高一点的境界，有一种接受与快乐的心去接受可能今天面对的痛苦和烦恼。比如说，你朋友和你家人不小心撞车了，真要受伤了，你还欢喜心啊，受伤但毕竟是没死啊，哎呀，任万福吧，阿弥陀佛，哎呀，这样的心，哎，这凭什么撞我呀？凭什么撞我老婆啊？我做什么缺德事了？在这又骂街又跳高，完了之后，对任何人没有好处。所以一定要有个慈悲宽容的心，还有学会接受的心。啊，更高的境界，学会欢喜接受一切酸甜苦辣，那才叫做解脱。祝福所有的网友朋友健康快乐，收到；欢喜自在，收到；长命百岁，收到；法喜充满，收到。我们明天再见。感恩师父。今天的课程吉祥圆满了，我们明天再见。小的红点里，人生就此欢喜，我快乐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美丽了。在茫茫人海之中，让我与你相遇，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变得神奇，我智慧了，我宽容了，我慈悲了，我自在了，因为有了你，生命变得更坚定，不忧又不虑，因为有了你，不再有哭泣，不再有恐惧。
自在了，因为有